2020年即将到来，18号台北的地标大楼公布跨年烟火秀方案。本次烟火秀将从技术上进行革新，带来全新幻彩三变化燃放效果。台北101大楼2020跨年烟火共16000发，时长300秒，配合动画和音乐等元素，从六个段落展现台湾的自然之美。今年的烟火秀将在技术方面进行革新，突破以往单管烟火的限制，特别制作出幻彩三变化烟火，可以同时呈现2种形态、3种色彩。此外，台北101大楼也架设起全新升级的 LED 灯光屏，采用全覆盖式透明网格、防水防尘等技术，以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。从2005年开始，台北最高的101大楼每年都会以燃放烟火的方式和民众一起迎接新年。目前，台北101大楼正在进行相关设备的测试，准备迎接2020新年的到来。